大家好，我是阿学哥，今天跟二哥老白他们去柳城捞一圈。去干什么去？拿着水鞋去的。我没看过，我家别人那个是产生啊，卖他们来要那个的嘞，可以来那啥那个水源，你也干的。来到这个甘蔗车间这里，等一下去到地里去看一下。二哥老白他们一大帮人。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去甘蔗地砍甘蔗了。好多甘蔗的，水好，水的流，都来。我下去了，你们下去去砍头。不砍没人帮你砍了吧，阿姑？好像那十八没有，漂亮就是漂亮哦。这么听你们讲，这样砍甘蔗的吧，一撬一拔，一颗一颗一根的。老白厉害，打起脚过来。好长好大根的甘蔗。你看我都下沟了都。你是下田，你是下沟。那天冷没？你们不下去试一下看怎么把它拿起来吗？那甘蔗。嗯。但我都下钩了。哦，对。这个时间拔不得嘛。拔不了。它有劲啊，切稳可能。没有，它有那个根。哎，它通通转了。三米长一根，二哥早早的搞了一根长长的来吃。他就是那种不要的。哦，不要的。不要的都很多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小啊，品相不好。其实这个对我来说，不好看，有点开裂，什么爆裂那种。要是在我们那里有这种甘蔗生态地里面，就早就去砍了。我第一个偷，都偷那么难听吗？起码打架了，两个人抢的时候。有点渣，太渣了。一下子就砍了那么多，哥哥都吃甘蔗。你看这种六正东西，然后到处给它摆起来。开始破了吧，我那个铲子都掉了。老头脸，老头脸。啊，你叫你天天他妈在路边等啊，他爸老头脸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搞了干的啦，搞了干毛，搞了干毛，哎呀。你看你看这跳个钢管舞啊，你看我跳钢管舞啊，给你来首舞女泪啊，钢管舞有我的阿妈你可咋学天了，
哟！把姑笑死了，这样。这甘蔗绑好了，一捆一捆的。师傅把它放在这个架子上面。那哥在那边跳舞。老肥，你会不会搞啊？看了好多根了。多搞几下就熟了甘蔗也吃了，走了走了。啊，这老板还要招待我们吃晚饭。哎呦，大厨满满的菜呢，啊，爽哦！你进去啊，你进去啊。跟漏漏没跟漏？你跟漏，我们不跟漏啊。我们要吃饭。叫我陪老板这边来吃饭。我们就过来。好，吃饭吃饭先。啊，